好，现在正值呢梅花开花的时节，除了纵谷县延平乡有梅花可以欣赏，在南回县的大武乡山猪窟，海拔大约有325公尺，也有一处梅园。但是由于今年冷度还不够，目前梅园梅花大概只开了1到2成左右。如果想要在南回欣赏梅花的游客，还需要再等一等了。枝头上冒出一朵朵白色梅花，这是位在南回县的大武乡山猪窟，海拔大约325公尺。在去年1月份，由于冷气团一波波南下，也催促着梅花生长。但今年冷度还不够，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，大武乡最低温也只有18度左右，而高温则有23到24度。缺乏了低温的生长环境，目前梅园的梅花大概只开了1到2成左右，还有许多含苞待放。现在正值梅花开花时节，除了纵谷县延平乡梅花已经陆续绽放，在南回县的大武乡山猪窟也有梅花可以欣赏。不过民众想要在南回看见整片雪白场景，恐怕还需要再等等了。记者张杰，大武乡报道。